梦啊，为大表不负你期望。真好没欣赏，哎呀，有看到几个通胀吗？哎呀，我刚尝尝，哎呀，刚尝尝，哎呀，对吧？冲上来！哎，真有真心的感觉。一波的哈。哎，我当时我从先讲，我从一个朋友合结盟啦哈。哎呦！哎，你传统的三个哦。很像那个歌仔戏，有没有？闹热大擂台，闹热降下来。好，也约是那礼拜的保卫整八岁。哎，不要讲多，哎，讲多，嗯，说到七八，系嘛？哎呀，冇咧，说到七八嘅口水。说到人人咧七八，人人咧七八讲多。哦，系啊。对对对。台湾嘅讲语是七八，我唔记得。哎。哦，哎，要七八，要本七八，后人是讲多呀。就会落咧。落咧哈。哎。哎呀，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好，不。好了，也介绍下那个吸管的避免渣。吸管的避免渣，罗浩野。挺不隐穿，有备而来了。哎呦，今天是怎样？周大牛是古装那样，这个寿衣啊，唐装，唐装，唐装。没有说话的艺术就差在里面。嗯，哎呀，哎，穿起来蛮有味道的哈。有哦有哦，它很有那种古味。穿这样，今天是要唱什么？唐山过台湾，无半点钱，也是没人讲。不会吧？比较 old fashion 的嘛。哎呀，哎，等一下再好好考虑。冲马狗，但是比赛之前的介绍人金牌评审团，李志斌先生、杨家修先生、王义平先生、刘少奇先生。哎，沙下来哈，沙下来，还有你新朋友来自法莲玉里刘桂华带来，你也上卷龙。来，谈下啦哈。桂发姐哈，哎呦，吉娜好，哎你好，哎呦，哎呦，哎呦，面熟面熟呀，嗯，这动作动作，哎呀，动作个缩腿位，但有受苦嘛，有什么么个，有吗？冇用吗？
有没有乜嘅东西小赞歌嘅样？系哦，有黑酱嘛？对，哎哈啊，那边冇强用，可能冇强用，嗯，哎呦，特别注意到，哎呦，特别冲过溜缝溜缝啊，也系哎呦，上瘾咧，哎呦，哎呦，边酱一类，边酱咧，系啊，哎，有茶冇啊？有吗？有冇？有茶冇？嗯，真的有茶，嗯。哦，牙齿哎呀，有差哦，他不会溜缝吼。佮之前唔敢买烧了，佮之前烧呀，冇得。不要就有私心了哈。有私心了哦。做得大笑哇，花太多钱了嘞，哎呀。西班，西班哦。含了钱，含了法老币了。哎呀，哎呀，哦，一般用上好赚的币咯。哎。一军大天花，冇挨爱来嘛？哦，还签好笔，好喏。之前总算打给我了，对啊，之前也有去海选嘛，是啊，应该有。海选有啦，我都冲个果蔬挑啊，嗯，他有那个间奏，我就拿到哆咪嘞嘞嗦咪，嘿，佮自家个冲音冲出来，哦，啊，本体的歌词就冇冲好，哦，佮一个班车个部分全部有冲，啊，歌词冇冲好，哎呦，嘿。哦，所以其实全部拿到拿到，佮就冲得清准哦，啊，歌词冇准啊，哦，冲对了，冲对了，唐先生的公平。抢视频欣赏。中央的发言来规划之后，今批唐唔冲呀，呀呀上卷浪。其实我知道唔冲都我知道感情嘅表现方式，我当喜欢，嗯，我当喜欢。平常时冲过诶，我希望见唔冲嘅发出开心嘅时节嘛，咩有看到嘛哈，就哆来咪嘛哈，真嘅真嘅。请等一下，请等听一下，啊，鬼佬嘅笑都听。啊，我其实佮冲过我每次都加个赏心一号，好，赏心真嘅当讲很清亮。啊，所以讲有位提防啊，啊，可能还要建议安尼规划剂吼，因安尼还要注意到，嗯，一激发哈，歌词啊，安尼一激一激的咩，哈，有位提防啊，你可能处理的时间，你可能要注意到，有上司安尼引老引的动，加个距离感很远，所以加个上线呐，你就无法突做过他眼。做的它会变得很棱角，有一种拱的感觉，没有办法一个很漂亮的线条出来。某会发安尼，你某处理后会发，人家感情线有按讲的上线来表现的发，结果因为安尼音老音之间差挺多的时间，你切个安尼转下来，转都冇按顺的发，就给感情给感觉，人讲的画面啊，画面就会唔见脱，清明的部分啊，做董大嫂，呀。因为清明你做应该要熟呀，感情熟脱嘞嘛。啊，不过清明个只诗，你差最有名脱嘞。嗯。天公吗？没，对，天公个只讲个只诗，你要来梅影嘛？你要来到清明后以后，个只清明个只点，无来好，专你打上脱。无会发其实我知道要熟各位，对你来讲当时合，对你来讲当时合，冲到一号糖。安子生，你做了可以哈，一丝哈的，那可加个分数啦。我看一下刘桂花的分数。就是讲你的，一个分数哈，一个分数啊，留下来几分哈。磨一胎啊！有些唔怕，唔怕啦哈，唔怕。但是人好冲诶，好冲，按住多几米冲，冲一冲一稳，嗯，系啊，好嘛。我见到见好。啊，叫上叫要冲个传统呀，系啊，你做再报名传统诶，传统组诶，比看啦，好嘛，好，按住先，好，走下，可以来开讲。啊，专业大很少，好，谢谢。哇。暗演的法演来啊，法演啊，因为吼辛苦了吼，哎呀，但是好唱歌很棒，传承客家文化。嘿，继续唱下一句出来。沙下来呢？沙下来是郑浩明带来的《天梯发悠悠》。好，你弹过来。江阴心火，命
中注定有天数，明是点冥冥中平平凡凡一条路，有人好命带太人，有人卖命随双天，仰求的来上帝，南无阿弥陀佛，观音娘娘妈祖婆，慷慨一切尘世向前行，用心做事一生苦。厉害啊！哎，个嗓哦，各种冲法的哦。哎，他高音，而且都是一下就到，一下就绑上去，都到位呢。哎，很厉害，很厉害，不会冲过个嗓音，音质又好的呢。啊，学习中啊，冇，厉害厉害。哎，弹钢琴个，哎，是翻那个菜，唔值钱啊，唔值钱哦。我感觉一样，当然有点松的呀，暗火。头摆挨四个娘诶，八十岁，再有三姨啊，哦，三姨，诶，没，食堂排泄排泄，食堂食堂，加个同声，食堂三姨茶东燕，你咩？给他路线，三姨是往南的食堂往北的，就伊三个娘诶食堂嘛吼，嗯，挨搭摆我再多当多个娘，卖菜个娘，欢迎头家娘，头家娘吼，嘿，有时跟他卖菜个娘诶。买唔睇嘅菜啊，菜啊，吼！如果讲，哎，司机啊，哎呀，不能做得假菜啦。哦，我话啊，咁做得，唔怕唔怕唔怕。系啊，诶，上下年还有热钱，嗯，哇，那冇客气哦。对对对，有上多一点嘅钱哦。哎呦，安好，反正俺买唔听，俺咩本主嘅事。你说的本意人是啦。冇啦，咩上下年还有热钱，热钱真嘅。对啊，啊，好，安尼对对，从头到唐先生的公平啊，谢谢叶老师。哎，后面，哎，诶，根本。冲到很做地咯，哦，不能还是就条强条，没法都几分轻紧张，冲国家冇兵轻松啊，就冲国就啊跪下起点，冇硬长长啊，哎，唔敢听吐啊我，哎，根本较好嘞吼，较精爽吼，啊，哎，唔过就点哦，还是更不讲扑诶，我跟那个雨欣老师就在讲哦。你唱国家开始噶，天地啊，你啊，你扑个吼，那二老佮算都较清楚的，啊，算法派，你发天地啊，用算，啊用算无啦，因为天地啊用算，就要加倍，就要算法加算扑个加，要加倍来算，夹一倍来算，你怎么样？你这你啊就切分音啦，哦，所以雨欣老师就。第二点，其实清楚几个，第二切分音，你开始就莫清准噶弹一段，我都你唱唔唱的，好，哎，啊，咪来就转来嘞，哈，就清爽，哎，是莫简单，我根本就清楚进步嘞，哈，哎，加油加油，嘿，谢谢，好，一直在等下等下，好，阿你这里欢迎下你的粉丝了哈，欢迎下郑浩明的粉丝。哎，本书没问题了，有下来了，哎呀，再继续精进，好不好？哎呀，继续加油，好吧，冲他好的，好吧，好，加油加油，好，谢谢谢谢，多谢这个，好，再别当走，好了，撒下来，撒下来，是四下么样？一罗凤燕咯，罗菜油，带来半夜多天光，好，来唱歌啦。为大病不负你期望，郑浩明先生，哎呀，有看到这个通胀吗？哎呀，我硬长长，哎呀，硬长长，哎呀，对吧？冲啊你！哎，真有痴心的感觉。
休息，就无办法把梦里行多念佛。敢会嫌你跳摆本英雄，就强强勇勇，一切爱情的力量来比喻。暗涌给天赋，做得遐伊哈叫，轻轻松松。Maybe you 暗涌给天赋，初衷虽年龄，马代都是谁？半夜到天光，一目盼发转去思念的故乡。对结情感今天比较好了，状态状态模啊你，亲不听了模样用，你面目焦起来，我冲一般就要用，对，节目也好稳呢，哎呀哎呀，今天哦，那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快乐的？给故事都挺厚实，哎呀对呀，就上礼拜，上礼拜啊，他的故事不是厚实，很呛呛哦，哎，七嘎呛，我朋友跟小呛都很呛，小呛老师一样那么呛，物以类聚，没有，就是我一个朋友就是想就。刚满十八，就想知道喝酒就最断片的感觉是什么？断片啊，你就问我就好了。然后他就我就带他去酒吧，然后他就在那边点酒，然后他就说跟服务员说我要喝比较醉的那种。哦，他醉耶，他上前对，可以一杯就醉的嘛。然后服务员就推他喝环游世界，环游世界 ，Around the world， 对 ，Around 哦 ，Around the world。然后那个服务员说，真的要喝吗？就没有女生点，就比较少女生会点这个，男生也会怕怕的。他说：“我不就要这个。”哦，然后结果喝两口，两口懵了，两口就醉了，喊大手，太逊了吧？对啊，两口唱得很逊，然后开始躺在那边，然后就有点还是有一点意识，对，胡言乱语。然后他就跟我朋友讲话，他说：“我朋友说。”你干嘛、啊？他说我哭，你哭什么？哭，他就他是不是喜欢你朋友？要借酒装疯一下，我裤子湿了，这样子。来不死的呀！然后我朋友哭什么？哭什么？不懂的，然后就又倒下去了。哦，然后他就感觉要吐，就赶快把他带到外面，因为吐了要清洁费要2000块。然后老板就在外面就一直看这女生这么快就倒两口了。然后我朋友说：“小姐，你才喝掉50块而已，那瓶500块。”他说：“你还有450还没喝哎。”好了好了好了，从头的唐先生共品啊，强一先生。哎呦，你要做国 Q 哦。那首歌曲，几个Q 风啊，还有他的那个音乐，基本上不是那么高难度，所以这首歌你的表现其实是蛮好表现的。所以那首歌曲最重要的就是歌词的表现，分讲哦，记得天强，因为人家老师还讲无清楚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在
表达的时候那个音的完整性，还有呢，你的那个气，会有一种不够的情形，比方到后面哦，是谁有个歹音，你又低不下去，然后那个，那后面呢，有的那个字都最后一个字会虚虚的。所以你的基本功，什么是基本功呢？音色、音准、节拍，就是说你唱歌，我发出来的声音是对还是不对？但是讲你发出的声音是不对，或用不对的地方，该冲出一个声，当然不是那么完美。所以你要进步的话，既然是比赛，你一定要注意我唱歌的方式是对还是不对。还有，既然是比赛，你的歌词咬字有没有对？那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分数，好好加油。好，安子姐，安子姐，我来看一下这个分数。看一下罗彩瑶的分数。他今天他不用怂，因为前面有一个90.5分的，所以他很放心。没有。你节目有没有准备还好啦？有还好，哎，有创作还好，哎，创作速度还高，哎，加油加油！回去多训练一下酒量。好了，嘟嘟好就好了，哎，做休息，做休息。可以哈，好。沙哈的杨幂，沙哈的姜伟忠带来《一凉风先生》，来，弹过来。凉风先生，高太爱顺天爱播出，天寒世界爱做家丢三，啊出来是条路，已经有三年，世上爱相依。阿妹给吃念，想自己心肝，终身感冒。爱为三万爱，为大病不负你期望。天意渐渐好，是个奉献上。春风吹，应爱心肝。啊，出爱是条路，已经有过三年。世上爱相依，阿妹给痴念，想自己心肝，终身感冒。爱为三万爱为大病不负你期望，天意渐渐好，身着蓬线衫，秋强春风吹，人爱心肝。先问大家，哎，个太好，不，自家跳舞嘞，不吓到导播，会冲出来，不吓到你嘞，哎，请用书给自家的舞团，真的真的真的，哦，所以你平常时要不要同太太一点个嘞，把国标舞给留下，摸摸摸啊。还没老太太，突然自家是自家跳的呢，来突然自家跳，自家跳，自家跳，对，自家跳，就唱跳啊，用跳啊，像种个那个排舞啊，排舞就是说突然自家跳嘛，对吧？恰恰了嘛，个突然自家跳，我们是又该判啊，要跟人同样啊，哦，因为新平常时是做在绕啊，做在跳，跟你去哪跳？公园，嗯，提振起共识啊，共识又该。中午冻酒啊，冻酒些又两个卡拉 OK 不能唱，刚开始应该唱，唱一些该又该
个同事啊，去叫伊参加个关嘞跳舞的个考试啊，个应该落来叫伊考个执照，执照啊，执照是讲还蛮做教人跳舞，还叫伊前面个人落去陪舞陪伴做陪伴，还去看下唱歌啊个节拍啊，还专门文啊，就是教下个基本的，我们是俺是落去跳。俺其实做，俺做在竹竿在竹竿用，俺去跳竿跳竿个关键基本两样子。哦，基本的就像个华尔兹个，就是蹦。嗯，做下的蹦。俺明明要跳一支。那有叫难哟。但是很懂好啊，就是个唱歌啊，有一点动作啊，加强歌曲的那个丰富度啊，懂好。嗯，对对对。好，俺来了唱台的唐先生的公屏啊，来。好，马老师。好，来唱泰歌哈。其实我有唱过你唱哈，其实你还破个个人风格，还有 enjoy 地下唱歌，这个情景题材，其实表现的都好，所以基本上我大概唱你唱歌的时候，你在破个咬字各方面某状态的问题，那有几个地方就是小小要注意一下，我给你建议，希望你做来改变的时候，第一点就是讲你一个抖音的喉音呐，是传统式的，比较传统式的抖音。就抖音的部分呢，可能呢他改一点咩？咪讲说，比如说啊，讲一下中间人，出门是条路，已经有三年。那就是的 Enga 的抖音哦，两面唔错。就如果说我们把它唱这种浪漫的，把它拉长一拍，出门是条路，已经有三年。哦，你看。那内收音量推运有一推二推三推，还有八字推，好，那种推运的这个部分，它是一个改变。然后听一段，如果你不要都是共鸣腔在喉音，噜，你在共鸣腔在喉音的时候，因为发音它并不是共鸣腔在喉音，所以但是你每一个字都会压在喉音，所以在我们耳机的平时的耳机底部弹奏是跟嗓音会变。哦，这。那可能这个很低，这一定要，我们其他参赛者可能一定要注意啦，吼。其实你前期是不是也都同样有这种问题？所以我最大问题就是这两个啦。其他跟阿公、干哥，就说你整个完整性都不错啦。我觉得都蛮不错。继续达标啊！谢谢。听住听住啊，听住哈。真好，明先生。系啊，有看到几个通胀冇？哎呀，我刚尝尝，哎呀，刚尝尝，哎呀，对吧？冲下来！哎，真有痴心的感觉。一波我讲哈，大鹏展翅啊！金刚，金刚，听了，听听了。好，我来看一下这个分数。看一下姜伟忠的分数。好，哎，91分。91分，恭喜啊！没问题啦，系啊，高管嘛，高管哈，没问题。但是加油，增加养人能点五分，系啊，踩实实的，好冇哈，加油，喺二百动作卡太屌，搞到我胃炎，好，好，谢谢，哦，谢谢大哥，谢谢他。好了，撒下来那避免炸，避免炸，连说吸管呢，避免炸。落好眼袋来，哦，好糖的游戏机的歌会上上班，哦，来糖果啦。门前路花有几多，暗暗飘来芬芳。依稀秋思从门后，杨叶堆堆松松。太雅虫，雅虫，故事雅根虫。梦都寒夜不夜思，怕些快慢几条。想来心跳暗难离，转身木子跌落。太清重，轻重爱心中。桑桑满，呀呀
这世间强强梦，桑桑麻洋芽淡，不耐重阳孤息，总胸盼一岁气质的歌到底是谁的歌啊？哎，曼妮的歌暗有气质了呢。真的呢，都来曼妮呢。天团的歌，原来啊。哎，不然平常谁管他？我才不会啊。你不是那种放客那种的。哦，我是动静皆宜。哎呦，啊，为什么？哎呀，唱这个歌一定要找你。我其实我在练每一首歌的时候，我都很考究它的背景。会设定一个情境，歌词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首歌其实我研究很久，比较大的一个问号是那个案头红字。哦，你认为这首歌是很传统、很老的？就是它的词写的蛮深的，蛮有意境的。哦，有意境。案头红色，嗯，我就问我家人，他就说是什么狗骂牌。哦，没有，你在故事在讲啊，朋友见面就会有一种非常 Q 的梳妆台，嗯，个当风就戴一条粉丝，嗯，个粉丝就很斑驳、青斗眼嘛，就落擦落擦，哎，朋友就问见面讲，你有冇会拔，就是把那个字拔掉呢？见面就讲，嘿，给他加工松本给加种，伊讲个加工给，就会他是很寡言的老人家，嗯，哦，亲手工法，不过见面结婚的时节就送给他做诶，给就想要留两只粉丝下来，就会纪念给他加工。嗯，就是爸爸送给我的，他就一直字一直掉，他就一直用胶带把它贴回去。哎呦，哎呦，是，超，哇，那个很有画面哦，所以捏勾起嘞，啊，给他缝丝给没有毛暗缝嘞，好像是本来是很红，然后变粉红色，慢慢的变橘色，变淡红这样，对，不会感情很脆。那你有听过原唱者唱这首歌？现场还没有听过了，还没有听过，不知道我们这个荣幸，我不知道，我也应该没有，有没有这个荣幸呢？哇，好，来一团，来一团，对嘛，是啊。桑桑麻，芽芽淡，无奈重阳孤息。厕所好，我们一起拜一下，我们一起拜一下。好，我先跪。好嘞，下次可以给我一点准备吗？罗哥，我怕会吐某一拱。你不用准备，你要不要？哇，哎，你那个，哇，鸡麻皮哦。还有，哈西尼，哎，我真的，我差点哭哎。哦，真的。听你这首歌，然后那个老人家又要流目。这年纪大了哈，对不对？叶老师年纪大了，那个哈。感触都很深。你可以知道拉菲老师当垫背。
我这个两个唱起来当然不同的味道了。嗯啊，对啊，一个当然他是专业的，没有话讲。对啊，那你一个男生二的冲给他压条国位，那个定key的那个标准就很难去拿捏。对，女歌难唱，真的真的，所以要请教老师一下哦。唱高音上，好演刚才看二冲要输歌，其实我懂期待。好，两个上先 ，You say line， 创业的部分其实有哪个一种无同样的风格？啊，不过呢，再讲因为第二个表现来讲，其实两个金币的层次感其实做得很漂亮。啊，一次不能讲通到你想爱表现、你想爱讲的东西。虽然讲投钱的部分一开始的话，可能因为你过的时间哈，因为头前的乐器的部分，就是乐器的部分的配置比较少，所以你会有点慌乱。嗯、所以头前的部分呢，你在抓拍的时间，抓拍子的时候，它没有抓得很稳。不过你很快的让自己回到应该要的轨道。不过呢，其实我知道，这个鼓的鼓边它出来的时候，你应该再稳一点，可是好像还没有回得很完整，这样比较可惜，好，比较可惜。啊，如那位呢就会讲，其实。亚速国外，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防，除掉给头前的铺陈，它的那种气势，就应该要的那种稳定的气势，它慢慢的吐露之外，轻 Hellboy 副歌的部分，其实两个高音当讲，两个高音真紧当讲。啊，不过呢，第二个提防啊，可能你一直希望能够在高音的部分展现，可是呢，有一种很奇怪的压力，有一种压力一直在感受着我，除非你想放又不敢放。所以在这个音像要飙出去的感觉，你一直抓不到那个要的位置。你像刚刚 Gina， 如果说她刚刚用女生 key 来唱，她其实没有真的很用力。然后吉竹辉她几乎到了最高音的位置，她还是很轻松的带上去。这个部分是你没有办法掌握到，这个部分可能你要注意一下。所以希望你回去再仔细听，今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 Hellboy 有 Gina， 然后。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范本，一张 demo， 你仔细听他每一个字在处理的声线是不是这样处理的，跟你哪里不一样，你要注意到这个地方。可是你这首歌真的做得很好，我很喜欢你的那个感情铺陈，非常棒。好，谢谢老师。那现在就要来看分数了哈。好，哎呀，看分数以前我先呛哎，你个哎有两 V 哦，哎你个菜油含油好面太高哦，两 V 啊。我都不太敢了，很好听的声音。期待你的观众。希望有好成绩，冲来搞哎！哎呦，可以他们从从里面再破冰了哈。可以看他的看落好演的分数。上礼拜的客家的詹雅文，一礼拜的客家的蔡秋龙。中华，你跟我取的那么多外号，哦，全部都是青梅窗。你还讲什么？你觉得他们两个你不喜欢吗？没有啊。哦，我没有说不喜欢啊。那你还客家的江蕙，好吧？我暗号了。我暗号，这个低的。这个两边的青梅窗啊。好，他把初中 V 面再播 V 嘛哈，来看一下。好，听下来看咯，好演的分数。好了，有了，有了。有嘞，哟呼，又是四点半。哎呀，恭喜恭喜哈！啊，两位要继续加油了哈！继续加油哈！啊，给给 V 哈，啊，拍摄哈，哎呀，拍摄要留待。礼拜有机会再过来哈，再见啦。报名传统组的啦，等来等来，好。好了，我们请吉娜老师登上位，好不好？我帮你去试坐一下，暖一下哦。好的，恭喜你罗浩言登上了 V 面再报名，英语馆成功。也都传统组的保卫真八岁哟！来，阿先来介绍下目前卫冕在七冠呢。七冠的中一球，哎呀，恭喜！哟，恭喜啊！进来进进中，对对对，过三冠，三冠，砸三冠，嘿，
三分焦，三分焦的面，哪一个？哎呦，期待期待，恭喜恭喜哈！来，阿你介绍阿你金牌评审先生，来，李楚华先生，苍永兴先生，罗英先生，查理哥先生。好了，先生介绍好了哈，那马上进行比赛。哎，今天有新的朋友，新的朋友哈，来自新北市竹水洲，带来平板。好了，谈好了。中共社会啊，美丽呀！又见又见面了哦，又见面了。来人见每道拜，唱高呀。假拜咯，假拜啊，用五拜嘛。有有啊，唱都读假拜了。对呀，哦，是喊号哈，亲友心嘛，懂号唱，懂闹捏个舞台。但是点样比呢？老伯伊咩比呢？嘿，哎呀，伊都没有来比，喊表演人可以唱。哦，嘿，本来朋友人来。播个凭证啊，用本来讲根本个爱唱啊，就是嘛。啊，结果朋友讲唔记得人来讲啊，啊制作单位大人来讲，哎，我早上要去唱啊。结果我说，那你等下啊，大天晚忘记掉。结果大喜讲啊，取消呢。我说，啊你莫啊按脚脚人来讲。结果制作单位的小姐是懂跳嘛，她就很高兴。啊，比佢磨好了，比啊种，好可以咁比衰啦，好啦，咁样咧，又喺你客家咁唔冲啊，青苔嘅舞台，咩做唔难嚟讲，系啊，其实得咗比衰都同有意义啦，系啦，冇强用嘅性质，性质啊，系啦系啦，两位比较好啊，较好啊，但是声音准哦，准到咩咩，听唔到咁准哦，系咯，本感是吗？感染到感觉，没有感觉，有一些准，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哈，感觉。给唔怕，老师听了唔啲有感觉嘛？啊，老师有咩感觉呢？哎，秋霞先生有感觉吗？应该有感觉啦，有感觉哦。唔按方言好嘛？你哋虽早知，能叫个我哋五班咧呼放戏啊？哎呦，好啊，这样上来必须好啊。好啊，一拜一拜的必须就能够进步嘛。哦，然后揭出拍摄的长处，啊，看看嘛，哎，自己有自己缺点，然后我来改进。对。哦，按方在这方面哈，是清好清好的舞台本点哈来，哎，你的双列舞台的表现呐哈，现在为必须的强弱。增加自家进步，嗯，比较较重要哈。错错错。诶，唱歌啊，你四级八级咬字方面要注意。你今日来讲，你咬字方面系标准咧，啊，呢方面诶唔会老易扣分。但是我感觉你后咧，啊，有多少会夹夹诶，哦，可能敢讲，
会紧张啊，啊多少人国唔会紧张哦，偏远的啦，上到了舞台嘛啥，十啥就叫个，叫啥都会多少说啊，爱将最好表现出来嘛，哦，所以你越想越紧，表现越好的时节，各种的平常心哦，就会安落失常，都是会失常哈，所以你今日两只方面来讲，天衣机演人肉演情呐。切莫忙啊！即个素颜上系感觉多少要硬地位，我希望强弱方面你要注意啊！一路进步，加油！好，谢谢，谢谢，哦，谢谢你硬，对吧？谢莫软软，对吧？哎，黑人硬去脱离吗？咁咩？黑来黑来，好来看一下夹嘅分数，看一下主帅最后嘅分数。分数一周点啊，一周点咯，就是一分咯。谢谢老师。哎呀，留下来几率一个。哎呀，谢谢谢谢。恭喜恭喜，过来挨就真的冇咁紧张诶。对啊，放松。对啊，好了好，还要跟和平这个共和平共处，要跟紧张和平共处。好了好了，专业别当做哈，可以哈，谢谢老师。好好。你真厉害，你还想要讲咩吼？大嘴鼓一下。好嘞，好，三来嘿，一天九带来罗山歌，来弹个啦哈。两位主持人哈，哎呀，有呀，讲讲啊，讲啊对啦，有些啊，唔会啦唔会啦，哎，一瞬一瞬，哎呀，冲色脸吧，冲色，哎呀，哎，你之前戴法脸啊，之前的法脸海洋公园的上班了，远来饭店，远来饭店。远雄，远雄海洋公园，哎，跟顺通跟点，对对，现在是改夜来饭店了，现在他改名字了，哦是吗？哎对了，做点会变跟会顺跟，对对对，又有跟呢游乐设施跟，有，哦，然后越来饭店了，对对，哦，远雄越来，嘿，哦，啊，喊那远雄的集团呢，对，远雄集团，哦，按这个样子在做吗？做个员工厨房的助手。哦，员工穿厨助啦，厨助，厨助，二厨，二厨。哦，对对对。但是这么多人，也是你应该做来煮的吧？嘿，啊，你那边清辛苦，要煮很多年都是嘞。对呀，员工一多少年？差不多，加上外地去做加350人有哦，千多年。一年了，我准备300人啥个呢？是上船哦。
三川的准配哦，莫强用啊，人上班，对对对，叫分班嘛，嘿嘿，辛辛苦了。所以哦，员工一些员工餐厅是班而且嘛。不是啊，员工不是，员工不是，哎呀，那以后也算福利了，也福利以后啊，哎嘿，对对对对，还蛮做都有声有色呢，真的，这都是最佳员工哈，还不给董事长颁奖，哎呦不得了，给伊个颁奖是冲来俩大绿腿，太阳按金钟，按金钟哦，哦，讲到哔哔擦嘞，讲到哔哔擦，一般不到董事长哦。但是听说颁完奖过没多久他就离职了，哎，就没做了，很勇哦。不顺嘞，顺嘞，不卡有事情啊，不顺嘞，他重要，莫喊呐，不顺他欢喜，对呀，对，没黑没黑，含饴弄孙嘞，我可以用个现成，对对对，好，哎呀，我又不顺嘞，又唱歌一波，来请教一下个唱高中哦，在熬诗熬了以后，我是本身只啊算有嗓的人，我只嗓有些的，有个安尼。嗯的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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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对诗的个安尼个理解会较好。嗯，个莫言堂个莫诗也唱了以后，莫言堂呐，不离个自己咪唱个有一个卡太问题，其实个很白，要唱的时间要去注意一下。唱洛山歌的时间，尤其迷方的乾韵，唱铁的爱开嗓，也系两三更，也系人衰轻。个迷方的乾韵的时间，你唱下以后，我乾的比音乐又较高的位，好，也要去注意。过轻的不数数的时间，莫数了，数迷莫数了，轻讲。也就像下毛笔诗个有无，都面向个土笔，土来毛顺嘿，你也还比较从洛山歌，我可我以注意的部分，好，加油，哦，孙梦先生，对，下毛笔的是这个土下头个有无，哦，个清明个有无，印刷的，哦，从鸡个样个，从嘛印刷，这冇办法吼，哎呀，个有个训练，要训练，嗯。来，看一下这个分数，来看一下叶天桥的分数。哎呦，用九十一分，平分。哎呦，好，那你以后，哎呀，他家族留下了个亲。安阳亲后，嘿，恭喜，好，先准备当场，谢谢。好嘞，沙下来嘞，沙来嘿，彭水峰带来乐山歌。好嘞，弹了。寒食间，唱山歌呐，人生嘿。穷富贵
身体耶。主持人好，吴金本伊唱到动火呢，动火哦，有哦，有人啊，很闽南语煮啥，煮嘛个啥，啊，嘿嘿，错错错，疫苗，大概高登疫苗，高登，哎，高端吧，高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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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高登疫苗，嘿嘿嘿，哦，你打嘛个？疫苗是疫苗嘛？新冠肺炎，哎，新冠肺炎，该种，哎，做，哦，来做拍老鼠啦。哦，拍老鼠，啊，煮好以后有乜嘅乜嘅反应冇？没有副作用，冇问题啊，没有之后，冻好啊，冻好，冻好，唔会乜嘅哦，要煮好佢把烧过发烧，一乜嘅黏黄黄一样，糖光过一样，都唔会，哎呦，可能人身体较好吧。哎，你煮好，其实可能检查六七种嘅身体嘅健康检查，身体健康检查，哎，检查还会拿钱俾你哦。哎呦，难怪哦，吓感染个，哎呀，真劲，还有咩钱？别人家都会上个，哎，哎，冇嘢吼，做到低调小心，佢都冇人嚟讲，冇人讲，讲。讲来大好用，来讲你要做哪来讲，差距量也是蛮好大的啦。哎呦，哎啦，都过去了呀，用65岁年龄啦。哦，哎，个后菜后菜有，哎，后菜也去搞，首先按年龄，哦，去搞只有去报名啊。朋友，你遐朋友抽电的姜阿姨啊？如果阿姨在84岁没做医大，哦，阿姨叫大同好啊，大同好，没模样哎。冇用喂，哎，都冇乜問題吼。高端的以後啦，喺台灣做嘅啦。哦，台灣做嘅哦。做做做。哦。講差唔多，係講要上市嘅啊。嗯嗯嗯。哦，要上市。要上市。上市。要準備上市。係啦。係咩行業？做嘅會要上。大以為乜嘅？嚇到你。誒。所以佢要大要差，我見啲呀，見啲倉都暗河咧，真嘅。嗯。真嘅，係對。唱演先生。好啊，确实哈，今不伊你爱随风抬高，从你爱楼上高，唔但强系上如降如凉哈，还个贵属高桥躺起来，不应感觉非常嘅轻松哈，非常嘅好。好，我想可能就系你爱因为一次入讲到你爱彭台公益啊，你爱办了哈，系讲从上高子啊系平板哈，上市总系会不应感觉吓紧张，所以楼上高对你来讲，从起来可能你从来没动轻松，哎，你躺起来没？动强数，好，他们讲呢是讲不一定爱构思嘅建议，因为你爱构思有限时间，充三公人生唔是超过咯。按样样爱构思到按你上礼拜后每日台阶从你爱才会只两三批，好，你爱构思其实接接躺到，因为动作以前大家就跟底个创，所以来很强嘅问题吼，是的，你下因为见到见进步哈，韩国安尼创个问题呀，见到诶老基创到韩下禁止，好，所以昨天让你建议就系变提起有限时间，好，间，今天诶罗马拼音系木系收低，好，所以佮系下短个字，有限时间，好，安用先老时间强下强。好，有限时间，好，要就赖过去嘞。好，所以两只时，按你做的，十个老去床头喊下清楚的。好，喊个，你爱提示佮身体健康，好，身体健康，快乐多呐。好，按咬是喊强，就喊下顺，每每不应感觉，哎，都在系从吸烟强，也系回流强。好，就系两只事，做得 Andy 做得做参考，我相信阿勇兄创起来可能会很下顺，很下加分。沈梦英，沈梦先生，要对男人的比较多好点点。哎，你讲要创个吸烟的成果，真的冇人改啦吼。哎，来看一下几个分数，看一下彭水峰的分数。哎呦，真劲哦，叫兴奋呢！对啊，你每创一下真的，
当孙，哎呀，唔会强迫嘅，唔会乜嘅。唐艺伦，强孙又强。所以以后全部冲洛山歌好啦。该问制作单位，看作听。好啦，好，恭喜，好，真真非常好。谢谢你哈。好，好难那个捏口子，还没遇强则强，好不好？啊，还会喊他厉害就错了。对对，但是杀好了也比呢。杀了，迄总比整，待会平板。我来弹啦。帅哥美女，台湾的有点帅哥，嘿，亲亲切啦，对呀，哦，上礼拜客家的詹雅文，嘿，一礼拜客家的蔡秋凤，就喊他嘅，哎呦奇怪哈，披孔嘅片嘅共鸣喊他台，你跟我取得那么多外号，哦，全部都系青梅窗，你还想什么？你觉得他们两个你不喜欢吗？没有啊，哦，我没有说不喜欢啦，那你还客家嘅江蕙，好吧？无暗号啦，无暗号，我只系自家知啫。系嘅，两边咩青梅窗啊？系啊，好唱歌。唔单止会唱歌，好唱歌，有爱心，有爱心。对，对，有时候做志工嘛，唱歌吼。平常时，给志工给团体的名称贴贴嘞。哎呀，哦，好那么个。全世界啊，全世界爱唱歌啊，全世界爱唱歌呀。全世界爱唱族爱唱族协会，今天撇个名，所以就全世界你这么搞的，全世界只有 TOTO 协会，就知道。咩？换那名，换那的名字，换那名，去冲客家歌的哦，咩？唔系哦，冲流行歌，哦，流行歌的，啊，就是讲你两只个团体，去关怀那些长照的大哥哥、大姐姐、阿公阿妈。冲国本地的哦，对对对，我们以后也会老，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是一样，对呀，也是要人家关照啊，对不对？这真的很好，对呀。唱歌呀，唱几个先生，先生好。好，毕泽小姐哈，今天唐艺创业的平板，其实哦，今天啊，一看人歌词，也一曲三歌，一曲情啊，哈。也是才讲，也意思啊，就大白人告诉我讲，也跟叶上音，青铜有装了一。哦，但是我今日要注意他，而在咬字方面做了讲咬到一张，好一曲三个一曲钱。在你创业的大音部分转音方面哦，转了有较强，但是在高音的地方哦，就有多细微，谈到有一些的
辣辣的嗓啊，哈，将国语磨全身都清清完面啦。可能也就讲以后唱嘅三国家国语部分，自家去多练是咪哈？因为家在按弹哈，这样几几唱来几几前的时间，佮就多少一些咧，哈。啊，再过也面向数天数来，一个心连心，佮做国语的时间，心连了，佮教国语的时间。自家可能就要受苦去多去练习一下，佮头起转来佮讲到，我相信也分数一定还要考好哈，再加油，加油！好，谢谢你，看一下总比整个分数。哟，金峰先生，你好嘞哟，没问题，好好，恭喜恭喜，哎，恭喜恭喜，哎呀哎呀，所以你有没有想要当这个？那个天使，爱心天使，当然要啊，哦、做志工啊，哦，真的哦，对，好好好，好，谢谢谢谢，有爱心，第一些人，谢谢你，谢谢，来来来，可以哈，哎，撒下来哈，撒下来，嘿，你个提起关的，总一曲带来三个字，哎，弹完了。就是好，遇强则强，遇强则强，真的，哎呀哎呀，哎，咩懂厉害，懂孙啊，叫乜嘢？哎呀，有哈，对，有较好哈，哎呀，越夜越美丽，哎，真的啊，夜安哎，有时候我们艺人就是这样子啊，早上起来嗓音无开啊，哎呀，哎，越晚它越开啊，哈，下班冲的时节冲的真的，哎呀，啊，有上班冲又冲歌哎，冲歌开哎，哎呀，还有行下开，哎呀，本瑞凤大哥吓到，吓到，所以不行放松，重的标准。嘿哦，柴兮兮的。对对对对。哎，唐工也不卡，前面用按后了，按到皮包后面了。加加你啦，皮包后面。我哋按脚吼，穿好就该露后吼，看到你那皮包啊跌到街啊。嗯。哎，你汽车唔敢行，唔敢让人染起来吼。嗯嗯。你阿妈咪莫穿晒染你那皮包啊。对对对对。万一吼，你也告到警察局，个切莫。唔难，因他那怪你哦，又冇你阿因的音色唔对，阿因的，阿又白啊，爱不面前，爱不面前就给发泼啦。你在哪位？我大概他诶，种大概台芦笋啦。哦，台芦笋，当老年都炒起来，系啊。诶，咩？唔唔会当老年啦，吼。上班咪要强健，我要讲摆强健咧。阿两摆就讲，诶，我要就算红气咧，用个发喷，用个喷物嘅东西，像我按金金顶吼。哎呦，又面片。系我啱啱嘛，要只健保卡，哟，我以前个相片啦，跟住我嚟小学同学嘅妈妈啦，哦，我算拿一本机，其实掉咗嚟看，结果同我孙行嘅水饺都系要验嘅啦，嗬，咁你要身份证啊嘛，全部嗬叫啱啱嘢，诶，上我嚟摆嗬，签嘅偏白皮包冇错，佢做上讲面都讲嗬，千言万语啊，嗬。
特别色，伊出去特别色，无毛管，伊用可能个下哦，诶，半个附近的小偷偷走，偷走了钱拿走，个皮包去跌脱，诶，个证件个跌无爱个就无好啦。那有一摆啊，伊个拍卖会，咪是半件皮包为半件偷走，偷了伊咪个证件好的又寄转来，莫个当麻烦，钱摸出来冇相干啦吼，证件又转来就较重要啦，嘿。哦，啊，主要你去特别遐垃圾啊，小偷都。个可能系我哋个连沙某天也不一定啊，可能也有小偷啊。真的好厉害哦，然后个结结个。对呀。有上次抽公差都不愿意偷。你啊，时窗毒哦，系讲当当烟头个安抢东西也是，个老板就话嘿。大家注意皮包，大家注意皮包，可能有小偷，可能有小偷，就是严黑。他也不要那个太虚张声势，他就这样子讲，把皮包放好啊，皮包放前面啊，哎，对，不然你讲，哎，提醒一下。对对，我妈也是这样跟我讲，她去菜市场的时候，哎，皮包。就会讲我们是刚出台湾，所以得提醒一下。好好好，来唱台了，唐先生讲评。唱句话，先生。你啊讲到你俩粤曲哈，就。啊，必须嘞！双鱼的拜托，还是讲表演时尚嘛，吼！你到每日嘞时，一家照应一家的，吼！你啊，你扮演转来的，对哦，啊，你啊，表演就比较较好。嗯，你演出来讲，老实话讲，亲和，哦，你运用了亲和，啊，今日的歌词恰到时也写得非常好，吼！啊，不过喊你讲，我有几件事，哎，老你讲，你认为，认为一。对，一斤铺好哦，是蒙先生。因为啊，三国志的最高人是米的人，唔知当到高人咩咩人咩时间，个熟人，你黑安尼个冇硬棒，你讲无法都创个高人，咪即带只家人过去咩去金华堂啊？各位咪昨天用带家家人带过去，你冇硬棒硬棒那叫哈实力啊实力哈。所以你注意哈，七八冬准微风啊。在其中咧，其他事业时节，每阵你输赢么事，下摆空档要注意，输下软地位。好，安尼从头讲，强弱要注意啦，哈。认真唱啊，莫认真唱，认真下认真地位哦。嗯。好，咧咬字方面，咧则是要注意哦，哈。加油！好，紧张，紧张，紧张。紧张的时间，嘿，我先唱俩爱青狗粉，彭水峰，水峰大哥，还有九十五粉，水峰大哥，懂哦。对方睇佢得佢講，點解行係點解咧？行行過嚟，哎呀，冇本係坐上去，唔係都行下來。係咪？是小朋友哎，係咪？係咪？希望啊，阿春講啊，唔會啦，其實你聽下看本書咩情況哦。好啦，嚟看一下，好。嚟看一下仲一橋嘅本書。心海千万里，他乡。相逢穷也共。哦，讲到 YouTube， 嘿，他底下几个也没得做。哦，他们自己也是走行业去，做客日记 ，Vlog 就对了。Vlog， 你可以学系到各提出哈，到拜访个高手朋友，像吉娜美有啊，也没有一些，嘿，同阿像马拉波，是的，去他家对不对？系啊，是你全部都要学。对啊，你在家里要打扮一下嘛。我有啊，感觉好像他们两个跟一个大妈在那做。好了，来看一下，好，来看一下仲英桥嘅分数。不好，安尼做安尼枪击啊，抽上避免走。哦，枪击你跟中央叫，你跟中央叫，避免走个落去。铁八关成功。农业。
音乐会，哈，里面有唱到一组金曲甜团，哦嘿哦，金曲甜团，真嘅。其中有一位唔系客家人，但是非常有客家心，哈，诶，啊，但佢要对佢对客家嘅贡献呐，每一年都有啊，哦，真嘅，系啊，贡献非常的大哦，嘿，唔单唱一样哦，佢哋个音乐嘅风格吼，一次啲变化，嗯嗯，对你嘅客家文化咪做出吼深度嘅贡献，嗯嗯，带出当到神嘅神命啊，嘿，哦，神嘅声音，啊，先来欣赏佢精彩嘅表演，好嘞，欢迎金曲甜团 I Color。故乡是他乡，他乡变故乡。祖先到如今，落地来送金，心向心，堂向心，是爱与家亲。千万里，他乡相逢强烈动，苏沙谈判来款待，乡亲比发乡，乡亲比发乡，他乡心下哟，哈亲哈，哈亲哈，乡亲天仙呐，等一下。来送金，心向人，堂向人，是爱啊越加深。心海千万里，他乡相逢强烈动，苏沙谈判来款待，乡亲比发乡，乡亲比发乡。今天好，大家好。哎，大勇，哎，用夯出来，我们。哎呦，做嘛用出来？表示隆重。你怎么知道？这表示对这一张曲、这一张专辑的重视。对对，我们双手捧着出场。我只是差一点没有放黑带。不会。别，步步感。哎呦，恭喜，行个转世。对对对，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个听错哎，按原来你这样有 GV 糖都行那狗哎。哦，真系听到那客家歌对吼。
get 出来的创作歌手带来新的东西，所以这张专辑要厚厚的介绍啊的，因为这张专辑即将也是明年哈，一听会入围个样的客家金曲的，希望希望，哎呀，一听会来好好介绍一下。哎，廖仲川是叫做他乡深刻，他他乡深刻是讲哈，头摆个个乡音欠晒个曲奖哈，哎，老大家哎，本大家地讲哎，头摆啊乡音用半堆欠晒哎，动作个故事啊，还有产生，廖摆还有绕墙都很多很多哎，后边有还有声音啊，还有还制作团队哈。阿瑞老跳白街欠晒街叫车，哎，群人相信个认识啦，所以不然大家用哎，啊两片闽南都有乡音街叫车，所以对推翻街啊各土类群都全世界全球客家街各土类群有冇强融了？所以说到客家迁徙，讲真呢，嘿，有太好多版本，至少最少就三个版本，比如说哦，客家人从哪里迁到哪里哪里，哦，东多三个版本，那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版本？要唔理啊，讲真咧吼，因为有东多个历史个脉络啊，做得看，所以爱你要看啦，你要狗昌都有东多个故事产生了，每动神奇，每吸引我吼，我们就想说，老廖仲川是不是走了？问大家，哎，伊讲，哎，做得躺喺度，东多个文化个韵味，每融合的传统个乐器啊，老系。当现代潮流的音乐风格，你还比来？对对对对，哎呦，听说这张专辑还邀请到很多东都太咖大咖，有啊，有很多专辑有邀请到夜日松行赏啊，哦，松行赏，还有他的声音，夜日啊，哦，不是杨日松，杨日松以后才会用的，好，没有，还忙了，还有很多人念不完，还有。邱一凡欣赏，邱一凡欣赏也是诗人，还有范文芳教授，范文芳老师，范文芳，新加坡那个范文芳，没有，新出来，新出来，新加坡的范文芳你都邀请了，厉害，哦，还有梅艳姐，陈梅艳，她刚刚训音啊，女诗人，陈梅艳，那陈美凤有没有？没有。罗哥可以帮忙牵线一下。哎呦，还有台湾欧巴桑文宏，李文宏学长。哦哦，能够啊，能够，还有我们节目的这个冠军歌手，超，对对，动又动，对对，而且还这个精进，还去交通大学研究所，好像听说你们也是刚好是同学，很爱学长，学长，哦，真的。不过这一张专辑真的集结这么多，哎呀，这么多杰出的人，大咖来共同创作。参与的一个还有念不完呢，念不完，还有 YouTuber 呢 ，YouTuber 马来西亚罗哥啊，韩梦啊，哦，一个韩白玉，两百又一会又到马来西亚改片个 YouTuber 参加嘛，哦，好，对啊，讲到 YouTuber， 我现在那个什么，要就是那个 Google 打一下有没有，打那个什么那个维基百科有没有，一打第一个是 YouTuber。哦，已经不是歌手了，已经不是歌手，也不是演员，也不是什么，对，打出来是 YouTuber， 该综合技能，哎呦，真的，不也算蛮幸运的啦，一个人非常与时俱进，可以跨界哈，从三台时期到自媒体，嘿，哦，已经跨了三代，也还能存在，其实算很有福报了。对啊，罗哥才是真的活到老赚到老。哦，真的哦，又养，再怎么老也没有叶嘉修老师。叶嘉修老师又被当垫背了。叶老师有没有什么这个观后感呢？哦，就，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就发现么？对客家话在他身上非常纯，也有卷舌哦，对，日的音，嘿呀，日的音啊，还有卷舌，嗯，还有响，有没有？响，咬字非常清楚啊，响，哎，该对了，该对了，嘿，我们是一家人嘞，你也够好料的啦，那可以啊，那你还没有下多少又进步啦？没，其实讲没简单，因为他唱的歌。他写的歌就是叶日松老师，嘿，嗯，爱苏格，爱听，对不对？那个徐世威老师也有跟叶日松老师有结合过，对。啊，只不过简单只讲，哎，爱苏格歌，爱苏是讲海陆的，嗯，所以呢，他们用海陆写，那世威
是用四线写，所以听起来摩琼龙的亲切。给他编曲请摩琼龙，你看，我咋想都讲哦，我感觉哦，千玺给特色特色，你会讲哎，他讲哎，千玺，你看这个活生生写，我阿公的千玺，我公我从杨梅北斗米出，行到花莲去，所以你要做琼龙，哎，我感觉，哎，我千玺的感觉，哎，感情哎。那唐叔那个日松老师那个写出来，你啊，传入，我冇简单，许多发点俩吼，啊，长就爱从发点出事，吼，所以情境就亲身体验了，所以谢谢哎年轻吼，把它好好的表现出来，感强音，感强音，嘿，好，谢谢叶老师，谢谢，好，那个一条歌哪有够的哈，很远啦，那一天带了后堂的歌嘛，好不好？带了嘛后堂的歌，来，哎，少女女弹款了了歌曲，晒晒晒。哦，懂晒的晒啦，晒，看到东西都晒，天晒个晒，哦，千玺，玺千玺，千玺的晒，哦，好，来来，看一下，弹一条晒，好好吧，爬山岗，感情出外总在西岗出个太岗，前面将有好港中街地方。关刷碰了龙耳公 ，A green green fox and a sand fox songs。Call me Daniel, call me Daniel, let's do night and sing。西边走下江阴，很冒险，大兵个军师没西边睇下江阴。东京下家乡不许开心意 Haka our city's home I know that I'll never be alone Call me Akim, Haka Akim I call it my music、yeah. Hey, 你对哪儿飞来对三度对我和湘江 Haka song Everybody's where you're from Taiwan is where I'm living You're more than welcome Sai, I Sai 东西南北的三分心所在 SaiI say, let's hug on it all around the whole world Say, I say, ok, long in the show, more and go Say, I say, can it to song yet chan van toy Ni kiu ta hyong, ngai ga hyong na江阴很冒险，大兵个军师没使唔知下江阴，东军上家乡朴实个情谊。下家阿是你送 ，I know that I'll never be alone。Call me Akim， 下家阿 Kim，I call it my music。Hey， 你对哪位老？对山路，对佛那江江下家送。What makes you wanna more？ 台湾 is where I live in your morning welcome。爱晒，东西南北个三分心所在。晒，爱晒 ，Let's hug on it all around the whole world。晒，爱晒，耳机聋哑个熊默默按过一晒，爱晒，看你粗壮眼穿满腿。你叫他熊，爱家熊。You wanna move? What makes you wanna move? 晒，爱晒，东西南北个三分心所在。晒，爱晒 ，Let's hug on it all around the whole world. 晒，爱晒，东西南北个三分心所在。晒，
爱晒 Let's talk again all around the whole world 晒爱晒而给龙眼的熊梦莫安鬼晒爱晒看你祖宗眼穿风腿你求他乡爱家乡难哎呦，好动感哦！我以为马子卡来的，我Reggae 哎，对啊，哦，要雷鬼音乐要做有办法团的客家歌曲的歌，哎，做的，嗯，也厉害哈。因为有客家的渊源啦，嗯，有客家的东西，因为哎，才跳白吼，动球的时间，又一家哎，又方言啊，方言欠塞对香港那片。坐船，哎，坐船，到慢慢咧到牙买加该片个故事，后来呢，慢慢咧对变做该牙买加音乐背后的推手。哦，所以牙买加雷鬼音乐是推手，他讲演，他讲演，哦，真的，真的假的？没有巴马里哦，不是巴马里，巴马里后面有一个陈克里的制作人。哦，又白应该在台北当代影展又谈了两家故事嘛了哈，我想哎呀动身去，所以哈卡走得到 Lake 走给 Happy 来，嗯，有这样的渊源在。哎，这个要做的一探讨一下哈，都在这个故事到底是它的可信度是。爱丽汉走一家懒人包饼的 YouTube。哦，真的呀！问大家地讲，哎，哪个老客家的关系？哦，讲到 YouTube， 嘿，他底下这个也没得做。哦，嗯，他们自己也是做行业的，做客日记，做客日记 Vlog 就对了。Vlog， 哎，点阅还不错呢。亲厚啊，真的没有罗哥好了，罗哥比较好。罗哥是南天门呐，难以望其项背。不一样了，这个很多事情都要慢慢经营啊，不是也不能一步登天。那我是运气比较好一点，对啊，真的啊，运气有时候运气好啊，你要的做某功用啊，这内容不一样嘛。你要的做的是变得要发扬客家文化，可以本客家了解还是所有客家的东西嘛。哎，没黑。你可以学系到各提出哈，到拜访个高小朋友，像吉娜美有啊，吉娜美有一些，嘿，同阿叔马拉波，马拉波系啊，去他家对不对？系啊，他是全部都阿叔。对啊，你在家里要打扮一下嘛。对。我有啊。感觉好像他们两个跟一个大妈在那做。那就做爱吃干嘛？好朋友来啊！那有我有化妆，我冇人用讲。实力派歌手比较不注重外面形象。哎，我很注重，冇人用讲。很注重。哎，嗯。哎呦，精神气啊，好高。有时候好朋友就哈，可以开开玩笑了。嗯嗯嗯。对啊，那现在做的就目前来讲，有当礼拜就有出。新嘅一片嘛，一层一层会出啦，一层。哦，蒙古天讲得礼拜。不过，因为爱丽又该小镇唱歌该发通哈，所以阿曼呢，台湾曼来去，没因为疫情嘅关系啦，所以还想讲，台湾该动到客家种啊，又动到该饮食物做得吸起来，啊，本大家啲讲，你个地方又买个职人，真的，我们客家界你真的跑不完。哎呀，啊，懂得很多角落有很多的故事，真的，你可以慢慢去发掘。假使某乡人有朋友去做的话，真然吼，对，很难发现哦，这些。是，真的，那就要靠你们了哦。哎呀，好不好？多走动一下。太尬了，还要听话走了。哎呀，阿你冲特，听说这一次很多大咖，你也把大咖都邀请到阿你节目当中。哦，对，都偏冲喽。对啊，好，嗯。接下来你邀请到这个大咖，好像要跟你一起合唱。嘿，冲，我冲嘛该够诶。杂茶歌，杂茶，爱杂两三皮哟。黑的 IV 吗？二零一八，2018的。二零一八。我现在唱的是老痛的，1978。差不多，差不多跟时间哦。1978有差不多，嘿，好，来，唱一下2018杂茶歌来。杂茶歌。诶，我当时我从先讲，我从一级可以合嘅梦啦，哈。好哟。哎，你传统嘅声歌，很像那个歌仔戏，有没有？
山地哦，山野路，山野无啥就落了你哦。办法突然传统的东西让你结合起来，老流行的用这种新的元素那样搞起来，完全没共用的。因为那题牌是唐都的吴慎志老师，哎呀，吴慎志老师，因为牌的技术是客家教父啦，教父。所以爱你对对自家的国土来看咧，那杂差过来许多，因为头牌爱冇爱你冇经历过咧就虚台啦，嗯，哦，对啊，所以只能够想象。想象，我那个时候真的，那时候还流行。tape 的时候 ，tape， 然后就在市场找市场就有卖嘛，有卖哈，哎，我们就听买回来听，汤汤汤啊，那个 tape 听久了，它磁会坏掉，对，哦，会卷带，会卷带啊或什么坏掉，然后又再去买，嗯哼，再买来听，坏掉又再去买，我至少买了三块。吴慎志老师的哦，就搞一种，搞一种，吃了多牛嘎嘎，给的。俺人叹气嘎到，出完沙土都给烂嘛。嘿，怎为嘛发肚量又差，打不着同个人家。嘿，啊，只有见一下，啊，朋友来约束啊，啊，酒爱得酒家，啊，记住触碰触痛痛痛痛痛爆炸了，啊，落多牛嘎嘎。哇塞！哇，对对对，是那时候真的是爱死他，因为客家的东西可以变成这样，嗯，那个颠覆我们的想象，嘿嘿嘿，真劲！因为这糖豆全部在炒炒炒出来，哎，这给哈罗要不要新感元素？对，你看2018又有不同新的元素，你两一把给炒炒狗，他就是吴慎志啊。显灵在这，应该好强啊！对啊，对啊，就因为哎呀，这学长归学长，因为想要等学长连接都强啊。其实体育白，我哋合作哈，是因为个，哎，我是
该两首是为了哦写客家福建的歌曲。客家学院的院歌啦，所以因为线上的交通大学客家学院的院歌，很瞎哎，非常傻瞎哎，哇哦，还有别啥啦，不过爱听落去，因为佮哦，啊佮三个诶乡运动活动奖，哎呀，所以呢，所以有两百个合作，机会啦，哦，那请他来合作也会有后悔吗？还是？三哥没记得关系，我开始学三哥嘞。哎呦，就因为他，系啊，因为跳山应该杂差过唱翻出来讲，我唱一句，佮唱一句，佮佮教我唱。所以本身可能对一种传统的东西，咪冇办法像文文老师按了解嘛。所以经过几安尼枝头以后，你对阿客家喺度传统的东西要行下。精进咯，那慢慢个未取得好，做得慢慢可能欣赏啊用三国嘅文化、三国艺术。那老师，你跟他合作以后有乜嘅感想冇？我感觉阿 Kim 对了创作真是非常厉害，非常强。乜嘅歌词那都就变哇，动火烫嘅美乐蒂出来，精进，我真是美乐蒂，动火机啊！你下国请假嘞？真的，系啊，你半夜做，半夜做在下一首歌不？作词兼作曲半天，亲力怎么那么厉害？我了嘛，因为时间摸虚间啊，所以每摸虚间思考，用慢都赶出来，就赶快。他多重身份，这个都是与生俱来的那种神来之笔，非常佩服哈，也非常谢谢你们来到安尼节目啦哈。安后堂的各位，所以大家出新专辑，大家莫唔记得了哈，一定要多支持啊，对啦，哎呀，听完还有老师的感想，老师应该很多想法。听后，我一直赶着要回家了。老师编小丽一点，来王以欣老师，欣欣赏。你好，个歌曲啊，又该三歌啊，还有个离婚歌曲，但是那个三歌哈，我当时从三讲，我从一个可以合节目啦哈。哎呦，叫曹一泽。两三天啊，三日嘞，莫怎啊，就老了你呐。你传统的三歌哦，像那个歌仔戏有没有？哎呦，当然不能跟李文宏老师比啊，对不对？你们是专家嘛？但是我讲到你们今天所表达的这一首歌曲，就是音乐的跨界。什么是跨界？就是很多的创作歌手啊，就是会加入一些什么中国音乐元素啦。但是你廖祖国歌就是加入了客家传统的音乐元素，让我们的乡亲听了之后呢，就把我们客家的传统的音乐又带入了不同的音乐风格。所以这个跨界我觉得非常的成功，因为这个新形态的这个音乐的一个编曲，其实很多的创作者在这几年都有加入这个跨界的音乐风格哦。台湾唐语的个唱歌啊，真的想要跟着你们一起唱，让我们的乡亲呢听到你客家给散够哦，真的不一样了。尤其文宏老师跟连青你们的这样的合作，真的是非常棒哦。来，加油！加油！加油！谢谢，真的太棒了哈！讲到活到老学到老，你也不是读那研究所嘛，对吧？好，另外一位蛤蟆老师，他还中年转业做耳鼻喉科医生啊，真的哈！你们听说他在中央大学也是进入研究所，对啊，而且还当了教授。啊，没有，我教授旁边那个就是从瑞大天发，没有多两年没毕业，因为那个论文都交不出来。哎，我论文也没空哟。文宏大，那个文宏大哥那个认识有二十年啊。哦，有看过你的三十年了。自从得了我们这边有不错的这个奖杯之后，回去我会发现你家唱功不太一样。真的不太一样。今天我看到你跟那个 iColor 的这个 Akima 这个合作哈，我觉得。这个跨界的客家歌曲要进这个
世界音乐这个部分呢，哈，其实可以尝试了。因为有啊，林声祥老师也是进入世界音乐界。对，那他的风格不一样，他跟那个iColor 那样风格不一样。iColor 是已经改变传统，加入新的很多元的元素进去。那我觉得，因为他敢引光哈，很多人就在讲，就是世界客家音乐哈，总有一天会站在国际上的舞台嘛，对不对？还有一个重点。他跟国术多年，他还没有出过世界的巨星。我觉得这几年应该会出了世界巨星。罗哥要去哪里啊？通常成为世界还没录完呢，累了吗？国际巨星，国际巨星通常成为世界巨星有几个条件：第一个要年轻，第二个要帅，第三个条件不错，第四个哈，后面还有创作。30年的机会，那我要刚刚买了转呢。计程车帮你叫好了。5688。iColor 那今年呢，真的进步很多，所以iColor 已经具备了这个巨星的条件。我拢讲哈，没有两个人的合作，就像尤克里林一样。那事实上，这几个组员都是很重要的一环。我意思讲，把这些人组合起来哈。更完整，那不管服装、仪容设计、CD 造型推广跟活动内容，我相信都要并重，这个才是维持一个团体很重要的一个生存。你像五月天，你看像这个500的团体，对不对？可以生存20年，我相信 iColor 可以生存20年，成为我们这个很重要的客家音乐发展未来的一个重要的乐团。谢谢，就靠你们哦，对对对，靠 iColor 了，靠 iColor 了哈，好不好？来发扬光大了，好，客家，好不好？好，安子姐，给你多加 iColor， 哦，文宏老师哈，戴阳来咱的节目哈，谢谢你们，谢谢。徐梦台哥，好，也要谢谢啊那个好评审老师了哈，啊辛苦了，真的好辛苦。他搞好冲过，夹个来报名。夹个大天巴来，浪九六六六七浪浪六浪，还有传真天巴浪一一七七七八一三米，等开这个大天巴。好，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谢谢老师，什么爱卡乐，唱歌多支持阿勇请好，新的专辑多多支持，什么小康老师还有梦境欣赏，谢谢小康老师，乐队老师辛苦了，还有李天聪，天聪的工作人员辛苦嘞，工作同仁辛苦了哈，哎，哈利曼忘记了，哎，今天准时时间呢，猫爷大舞台，猫爷恭贺来，再见，拜拜。